我是在某一个神秘的地方，第一次碰到了奥赛罗。我跟他说：“你知道吗？我们两个都是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人物。他看起来就很悲剧啊，他长得有点帅样。”然后我就跟他聊起来，我们一开始聊天气，还有感情，不过聊感情就伤感情啊。之后我们聊些比较深入的东西，聊哲学，聊叔本华。他问我有没有看过《鬼灭之刃》，但是我跟他说我比较喜欢哆啦 A 梦。后来他跟我说他学过乐器，他是个贝斯。我说不会吧，你是吉他手？然后他眼睛就亮起来，他说你知道吗？我好想组乐团，他眼泪都掉下来。他说他好想组一个颜值很高的乐团。我说以你的外形。诚恳地邀请过我，跟他说组乐团不像组泡面一样没有这么容易，他说他会克服一切困难，他居然跪下来求我，坦白说我有点可怜他，然后我们就一起组团了。我觉得我们乐团需要多一点实力派的团员，不然单靠我的高颜值是不够的，所以我们面试了一些人，但是谢谢，我们下次再跟你联络。谢谢，我想我们就不要再联络了。谢谢你，你很棒，但我们不是高市交啊。唉，要找一个合适的团员真的很难。别忘了，我们还有朱丽叶。她其实比较像吉祥物啊。那我呢？我也是吉祥物吗？你是过年会出现的吉祥物。年兽，年兽，感觉很威武哎，我喜欢。你开心就好啊。好啦，哦哟，我知道了。好啦，好，那我们就这样子说定了。我下一次再带你去吃那个餐厅。好，那就这样了。谁呀、啊？你的朋友啊？啊，我不认识啊，说是银行打来叫我贷款的。不好意思，你等我一下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找谁呀、啊？什么？我没缴电话费，已经三年了，你马上要停话？听我哪一只手机号码？我有十只哦。哎，你不要跟罗密欧讲哦。喂，哈，我挂掉了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你找谁呀、啊？喂，你好，我是诈骗集团。真的吗？干嘛那么开心啊？哇，我第一次接到诈骗集团说自己是诈骗集团呢。因为我们是诚实的诈骗集团。有些诈骗集团骗你什么钱没缴啊，电信费没缴啊，那种人我最看不起了，没有职业道德嘛。所以你打来要干嘛？啊，当然是要骗你啊。哎，你家里有小朋友吗？有啊有啊，我就是小朋友啊。哎，你不算了，你们家有没有大人？你是说那些恶心的大人吗？对，他们去魏武营看戏了啦。那还有其他的大人吗？我还有一个奶妈。那就是了，你知道吗？你奶妈此刻就在我手里。救命啊，朱丽叶，我是奶妈，你赶快来救我，他们现在要挤我的奶。你有没有听到啊？你们要什么？听好了，如果你让你的奶妈完好如初地回来，就在魏武营戏剧院一楼厕所第一间垃圾桶盖子里头塞进2000元的赎金。2000元，好，我考虑一下。考虑一下？哎，你有搞错，2000块，2000元，2000元，2000元呢？哎，我告诉你。
你真的生气啊！我从朱丽叶她两个星期大的时候就喂奶，喂到现在她15岁了，她每个礼拜都要喝掉一桶奶粉的量。这换算成奶粉钱的话，我告诉你，算算给你听啊，这奶粉钱至少要8×4×12×13，超过50万元。哇，你好会算！我以前是数学老师。啊，对，50万，拜托一下，现在你只要赎金2000块，然后你还要考虑一下，你考虑什么啊？我问你，你考虑什么嘛？我的奶有这么不值钱是不是？不值钱，不值钱吗？好，奶妈，奶妈，奶妈，不要那么激动。朱丽叶，啊，你考虑的如何？等一下，这是诈骗没错吧？诚实的诈骗业者。那既然你是诈骗，我为什么要给你钱啊？喂，请问找谁呀？请问欧菲利亚在吗？欧菲利亚，欧菲利亚是隔壁棚的，你打错了啦！打错了，打错了你还接、啊，真是的。又有电话哎、喂，你他妈是打电话过来了？喂，请问是朱丽叶吗？哦，对不起。我以为是来乱的，哎，请问你是？你认不得我了吗？你猜猜看我是谁？马丹娜 ，Lady Gaga， 盖尔加朵，怪奇比利。哦，你都乱猜？再猜猜看，更瘦一点，更 sexy 的，更妖艳一点的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那还等什么？赶快拉人啊！小可啊，哇，你来的正巧啊，我们乐团的刚好，我们乐团刚好缺少一个团员，那不知道有没有荣幸请你加入我们乐团当键盘手呢？哇，我没有玩过乐团耶。等，没有关系，请坐，坐。你想想看那个。大家都可以当吉他之神的 ，OK 的啦。不过我们要做一点简单的测试，看看你适不适合我们乐团的曲风。不好意思啊，麻烦你跟我弹一个哆。啊，再帮我弹一个哆瑞咪。接下来那个比较难一点的，你先弹弹哈。那个你帮我弹一个哆瑞咪发嗦嗦。欢迎你加入我们乐团。你们不考虑这种的吗？他真的会弹呢。拜托，这个我大班就会了。那我们还等什么？就一起 rock 呀！是中妥协自己的事。
我走在台北的街头，为当家抱起了吉他，轻轻的诉说，轻轻的播，我就是我。我是个 rocker， 要诚实面对自我，勇敢的说出内心的孤独和无人了解的寂寞。我是个 rocker， 虽然曾经 rock and roll， 就算没有人陪我。心中的我。